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，2018国际自由车环台赛11至15日即将登场，其中桃园站于12日举行，市警局经上午8时至下午20时进行交管预演，由警车队伍模拟比赛行进状况，全程拟真管制，并针对发现的缺失即刻改善，过程顺利。市警局交通大队长李建明表示，此一国际顶级赛事，参赛选手速度快，技术高，为确保选手及用路人安全，市警局将严格管制道路，进行全面净空管制，管制启动将依选手车队预计抵达时间实施阶段性管制，选手车队抵达前禁止任何人车在赛道上行驶或穿越，竞赛车队通过后将立即开放通行。2018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桃园站赛事12日登场，当日上午9时30分自桃园市政府出发，行经台3、4、7、15、61、66线等主干道，最后抵达终点角板山仁爱停车场，路线总长124公里。由于今年新增绕行农业博览会基地及台61线高架段自观音交流道延伸至永安交流道，杨梅警分局上午针对新增路线实地进行模拟交管，详细竞赛路线时间可至比赛桃园交通大队官网脸书查询。交通大队呼吁民众，如果行程较赶，可提早出发或改道行驶，如果无法提前改道而受到交通管制，请耐心配合暂停路旁等待，一起支持难得的国际体育盛事。